干嘛到了不进去？我这边有点太高了。今天要我挑战钓鱼啊！今天要我挑战钓虾，钓虾。然后我不知道要玩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，所以你们决定吧。我要玩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。钓虾场，钓虾场，哎，这，啊，这不是游泳池吗？干嘛到了不进去？因为有安全员，安全员都。后面有点害羞。我可以在这边拍我吗？可以啊。好好，我可以随便做。等一下。这边有点，我这边有点太高。本来一定要下去这样的地方。啊，真的没问题，有什么问题？有问题了，哈哈。啊，没有，我们拖个尾巴啊，断掉。啊，拖个尾巴要掉。拖个尾巴，啊啊，橘色的，啊啊啊，还有在吃，它会微微的沉下去，沉在水里面。哦，啊，浮标它有时候下子在吃，它会有点左边，会跑左边，不用拿那么高。啊，不用拿那么高，就这样。不要拿那么高，可以先不用那么紧张。我听得懂的是，它那个红色的是虾，你们看到了？啊，我的，对我的个性的问题。我都不完蛋了，我不敢掉下了。我是韩国人，为什么没有？这个不是你们店有问题吗？这个是本来中餐馆吗？本来这个没有。不一定。我紧张。哦，谢谢。不，谢谢你。是这些鱼，哇，真的有虾，我超大，这个虾超大。你要摸吗？可以摸吗？摸哪里？这个，哇，哇，真的，哇，完全心跳的，哇。我以为钓虾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原来不简单。没有，我感觉都一样。我真的没有，完全没有看到它。虽然60%是他，70%是他做的，可是也有我的本领。不知道，小系统的要吃什么虾？鹿角虾、金虾虾、台一些柠檬虾，会不会吃不完？我要吃我钓的虾，可是那个啊右边嘛，可是那个慢一点。
我上次也来台湾，你们一直这样放吗？会吗？那下次来，下次来，一直放。很认真教我的时候，我可以问你几岁？哦，真的？我，你猜一猜看我几岁？二十，我比你老。大家听到了，他说我十八岁。你是大学生吗？哦，然后来这边打工，完全可以给他做了。嗯，这样就累了。对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个？还没一个月。哦，真的？那为什么这么会？你没看过我吧？哦，他没有。很帅。你去过韩国吗？没有啊，下次来，我请你去家居。嗯，弟弟没去。我，你有哥哥吗？哥哥，家人哥哥，姐姐哥哥的哥哥。啊，你有姐姐。啊。不是台湾人吗？为什么？啊，这边烤一下。哇，你不是日本人吧？不是吧？是。他是哪国的？我是哪里的？哦，台湾人啊。他底下就是你是台湾。日本人。不是他台湾人吧？日本的。为什么你刚刚说台湾人？他变成。不是，你是台，你有身份证吗？那你的家人都在台中吗？没有，我家人都在日本。哦，中国。嗯。那你读哪里？我都在韩国。哦。我来台湾才三年，我的中文很好吧？不错。那你的国小、高中都在日本毕业？嗯，对。那高中呢？是在桃园。无缘。嗯。无缘在无缘。我也是在那里。嗯，桃园。啊，桃园啊，他，嗯，他中文没有会，跟我一样。这个本来这样是客人自己做的吗？帮客人做？没有，他们自己。啊，自己哦，嗯，不是 VIP。对，我不要用。我在台湾很有名。真的。我在台湾很有名，很像明星的。我哪？嗯，我很有名。我是明星，韩国网红。你自己怎么玩啊？本来不想掉下，可是他们一直让我掉下。你是来台湾玩吗？我不是，我也住这边。你也住这边了？嗯，对。你网络上没看过我吧？没有。嗯，好。本来掉下的客人都是男生吗？男生还有女生啊。可是很少，我吓到了。半夜的时候就很多女生啊，真的，半夜的时候。嗯，半夜超多女生。哦，那我大家我下次半夜再来，半夜有点危险。没有，日本人包火，还是我可以我烤。谢谢你。这个本来是我烤的吧？没有。嗯，有点对不起你。你是 VIP。哦。哇，疯了吧！啊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，自己完全自己钓的虾子，哦，我自己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六十三十四只，然后这个是长友，我要帮你脱虾。啊，是吗？嗯，没关系。那你没有家人还是亲戚朋友在这里？我没有，家人都在韩国。不会害怕。可是台湾很安全的。
干脆干脆跟韩国差不多。我没有交台湾的男朋友。我再找你们介绍我。哦，帮你找。嗯。真的吗？就不用找啊。这样子他们会生气耶。对啊。他们也希望我找，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讲了一年多了。都没有找到。对，怎么可能？大家都变了，我来这边了。